我们等等呢会去一个酒吧，你们知道现在唯一台湾追得上日本是什么吗？就是人口老化。找你们来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讨厌人家跟我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啊，就跑厕所，所以我们今天要穿纸尿布去酒吧。 真的，我真的会让你选你的尺寸，你的尺寸看到多大就有多大，看到多小都有多小。待会洗衣服体验一下嘛，就是你穿上之后的舒适感。会不会太闷？会不会有点热？会不是刺刺的？我们不是业配，所以我们就随便买。纸尿裤呢有分两种，对啊，第一种叫做附件裤，另外一种就是它已经没办法自理了。 对，没办法自己的情况下，就只能人家帮你去卡撑，就是你们工作人拿做事。所以呢，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冷静，我知道你很兴奋，第一次穿，这种就是今天没有人可以去厕所，没有人，好了，那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主角拿出来了，我们就来一举定胜。好，猜拳，赢的人就穿裤子的。 先说，兄弟，赢的人要赢就输，赢的船，输的就穿粘贴的，没有问题吧？我这辈子非常公正。那阿诺你呢？我直接穿粘贴的啦！哦，非常好，很棒。等一下，三个一起猜，如果我赢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穿粘的，好了，就这样了。来来来，好，剪刀石头布，赶快剪刀石头布，布布。 感受是怎样？我的是那个热气一直往该逼，就还有那个软蛋那边。现在要体验一下穿尿布卡 U bike， 超丢脸！确定要做？我是觉得很热而已，我不觉得丢脸。我觉得体验老人家是我的。你是老人家？先体验，体验了。那我们要骑到哪里？我们要骑到火车站，我们要搭火车去酒吧。 我们就慢慢骑，因为我有点热，我该逼很。哦，烧伤啊，烧伤。好，那我就到火车站等你。OK， 拜喽。OK，拜。好热啊！哎，到了没啦？干蛋蛋超烫的，在前面有点紧绷了，刚刚一直压到。不想来，龙哥干嘛找我来？哎，没有假的啊，没有假的啊。我们现在要去酒吧喝酒，现在有一点想拉屎的感觉，这是魔咒呢。 一穿上你的尿布就会想到拉屎啊，你是不是想拉屎？有点想拉屎，你是不是想拉屎？不要再讲。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女生，我也是哪个正妹嘞？她是，欢迎我们小蔡。小蔡，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很好奇？对不对？哇！这个会帮你们尿布。开玩笑的啦，今天就我们自己穿就好了。 风很大，哎、欸，它变成丑了。风很大，先这样就好了。这是我学弟 Jason， 哎，我叫 Jason， 我准备一个尿布给他。此生一定可以，此生一定可以，我们让 Jason 现在接上已经穿好了，我们来验收一下。OK，内裤人在里面啊，内裤在里面。不行啊，不是，尿尿怎么办？然后现在，不行，内裤要脱掉，干屁啊！然后内裤人，是谁的？是谁的？哈哈，你拿被子呢？在这里，被子拿出来。 我受不了，我想尿尿了，很难跨越那个尿出来的感觉，因为包着。
few moments later， 第一炮开始，我现在尿出来了。第一炮结束。他说他尿不出来，还要喝一支。我发现他很像一个人，他很像 Tommy， 他很像三元九队的 Tommy。啊什么？我正在 ANG 很热，热热的，感觉超怪的。你很怕渗出来，可是你又想要尿尿。我现在觉得我下面很重，不行，他感觉超怪的。要不要露出来？要不要露出来？要不要露出来？不行，我不能动，我真的快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你醉了？对，有一点醉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刚才尿不上就是爽啊，不用去厕所，不用洗手，不用洗手啊，就是想尿就尿，没有什么负担，就是尿。刚刚一直去厕所。没有，刚刚那只吐而已。这期望我觉得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体验呐，因为自己从来也真的没有自己在有意识的状况下去尝试过这尿布。确实，刚刚开始要尿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蛮挣扎的。但后续真的是忍不住了，然后加上站起来之后尿的地势，就觉得确实蛮舒服的。但可以由这样去进而去体验到后续可能有些是像是有一些新人的老人，他在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同理心去同情他们，进而去学习到更多。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嗯，小快，今天来的时候完全不晓得是什么。对，有点好像被拐出来一样。对。最主要是他说免费东西可以吃，就来。那你下次还会想要来吗？免费的食物可以，不太肤浅。这是我今天的战绩，我是并列第一名的四泡尿，很重。第二名的四泡尿是谁？马斯哥，拿出来瞧瞧，看这个重量，拿出来看看。妈的，有点羞耻，你把它包好了。他包得很标准，他包得真的很标准。我比你多半泡，四泡半。血月水母，我比较会憋尿，两泡很轻。我这个看超重的，而且。白灰的味道，来闻闻看。娟子哥一泡都没有尿，一泡都没有尿，干净的原味内裤，但是原味的哦，原味的。我碰到了啦，不然这个送那个粉丝当那个啦抽奖啊，抽这个，如果你收到了，娟子会5000块给你，可以吗？找我，找你，真的？你怎么抽？你怎么抽？是不是你自己抽？会有百威的味道，不要，是不是你自己抽？今天的实测，其实我觉得穿着尿不太出来，因为。你会有那个违和感，然后你站着真的会很不舒服，但是你还是你的膀胱受不了。